所以我说你这双鞋，我其实摆在那边，我也不见得认出来是你。它上面有写我名字吧？可是这双鞋很漂亮，超美，好美。你不厌倦吗？就你每一次可是要逼来逼去，可是瑶瑶，你看得懂这双吗？那双我只有它下面的金色的底看不懂之外，其他我觉得你看不懂这个底，你看得懂什么？最美的地方就是金色的底，可是怎么会配金底？因为它是浅粉红，它你给我出去！他写什么？我好喜欢你。这个可以吗？好虚哦！你知道，就是那种明明不喜欢，我还硬要写个一两句在那边。你是我，睫毛热两。你是我爽台湾，什么？你是我什么？你是我第一次来台湾，然后还没有到台湾，先见到的第一个偶像。哦，偶像，有点偶像。你带头。鼓掌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，其他三位请出去好吗？我已经感冒，我还要花时间跟你们聊天呢。你看人家多诚恳。我跟你讲，蝴蝶的诀窍是，他讲每件事都要配动作。比方说，像我这样走过去，我就流眼泪。这样太假了，谢谢我也不知道。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干冰喷到那个上面会反弹出来，像一堵山一样。小秀给我摸摸，等一下，你给我出去！好，那 Kitty， 你是不是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吓到的事情？我看不出来，没吓。Kitty， 你可以随便做一个动作让我们吓到，像刚刚 Coley 这样子。我做节目做这么多年，20年，我几乎没有录过超过10点半、11点。可是你赶回家是要睡吗？我受不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的压迫，就会让我觉得10点到11点我就有那种。不然乃哥这样吧，就是其他人都有副油膜在推荐的，那你就抛下路遥不要管，你一个人先回去。因为已经快11点了。没有，今天我是真的为路遥。你快走了。没有。他爸爸是特别交代我的。因为我们这样跟你在现场，我压力好大，他们讲话速度都要变很快，好吗？对，你们几岁啊？26岁。26？对。26是大人呢。你难道不应该先问一下日本的来宾，说在节目中问你是不是很失礼的事情？哎，什么东西？等一下再。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东西啊？年龄会不会不礼貌？啊，不会啊。没。你们在日本工作有人问过你们年龄吗？你们在日本工作有人问过你们年纪吗？可以，因为我们还26岁，30岁以上比较不会问。哦，30岁以上。你是说30岁以上就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。麻烦请你们离开。太激动。嗨，请问你讲出一个全身上下你最不满意的部位好吗？腰。腰哦，好，我们看他的腰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腰部哦，请看。腰多细。讨厌鬼。你讨厌鬼，我细耶，不是它不结实哦，它不结实，所以我坐着的时候它你腰很细耶，可是坐下的时候，23，你给我滚出去，回家，回家，可以再剪一下。S 第一排最干净的指甲是谁？你这个你在干嘛？怎么了？很脏的吗？为什么不剪这只？我在留指甲。你干嘛留指甲？我会咬指甲。不行。以前会咬指甲。你出去。
有网友问我说：“高山峰是不是去整形了？”因为这照片实在太不像他本人了。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对，我今天看了你本人，我比较放心，你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对对对，就没有去整过。可是你是不是有？你是没有去纹眉啊？纹眉不是秀眉啦。你秀眉？不是啊，请你出去。打电话问的。对。问他的妈妈还是问妈妈跟经纪人？会打电话。会动用到打给我妈，一定都是为了一些不是很好的新闻，因为如果是演唱会很顺利，她真的不需要打给我妈，所以你一定是有在追我一些不好的新闻，对不对？给我出去！怎么说小 S 是一个放荡的女人？等一下，我要先。你现在讲真心话。全在学西班牙文。放荡跟随便差很多。对，可以这样说。小 S es una mujer fácil。感觉更难呢。没有这个可听起来更难听。Easy girl， 但是没有，就很容易就能够上手。没有没有，我有点选一个。不可以这样欺负他。我超低口的好不好？对，你很难搞。我知道。拜托了，不可以这样欺负他。有另外一句话比较好，请说。小 S está loca， está loca， está loca 是有病。其实女人最漂亮就是在那个腰，你知道少女。你管很多哎，你怎么管那么多？开始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脸跟手都细腰，可是你这里很宽。这个比阿妹妹难惹，你不要随便惹。我觉得这一次的挑战对我来讲很。很苦恼了。你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安静吗？还是要叫好？我就尽量让它过去。那我们去喝咖啡好了。你在这边，你就想象现在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舞台啊，你就是每一次。可是小时候一首歌可以练好久好久的时间，三个月。可是现在我只有两堂课、三堂课，然后我就觉得。可是现在的智商比小时候高啊。不一定啊。我觉得最聪明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，是最聪明的时候。你现在到底要我拿钢琴进来，还是拿苦头扎进来？好了，我可以弹了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多帮。好奴啊你！算了，回家了。真的，如果今天被选出来的那位冠军，除了他每一次来康熙的薪水会比现在的薪水加10%之外，2015年他至少来10次。